中华民国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今天如下特种兵新职飞行勋章一座。升兵仪式是在菲律宾大使馆所举行的，由菲律宾大使杨默士和该国驻华武官艾斯赫德罗上校代表菲律宾空军总司令所颁证的。赖总长是因为两项成就而获得这项殊荣。第一是中国空军总司令任内对增强战力的卓越的领导和反抗共党侵略，以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地体安全的伟大的贡献。